第15题，氯化钙完全解离后，有关溶液之带电情形，下列何者正确？老师上课的时候强调过，电解质溶于水，水溶液可以是酸性，可以是中性，也可以是碱性，但是一定是电中性。它的正离子的总带电量一定等于负离子的总带电量，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，有关溶液之带电情形，下列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电中性。